韶关大埔县地处粤北山区岭南山脉深处。属广东省韶关市汝源瑶族自治县，是典型的石灰岩高寒山区镇。本次行程为大埔县小环线穿越，总长度约13公里，总爬升约850米。行程由村庄步行约15分钟进入树丛，穿过小溪后约10分钟在高草间穿梭。之后开始陡升，此段爬升约300米，是小环线最累的地方，过了此处就轻松了。陡升完后，开始在群山间行走，全程为平缓向上的路程，走起来很轻松舒适。本日天气多云到晴，走到一半开始起大雾，能见度较差，建议组队前进，避免走错岔路。步行约一个小时后，到达江窝顶往阎罗头的分岔口。由于此时大雾，一行人稍作休息后不去江窝顶，直接往阎罗头续行。再步行约一个小时，到达阎罗头与下山路线的分岔口。远处阎罗头云雾缭绕，往山头前进碰碰运气。
可惜运气不佳，到达山腰时起大雾，休息片刻后仍然雾大，起身回岔路口。一路往大峡谷前进，广东大峡谷有小张家界的美称。大峡谷小张家界在下山途中左侧方向，左切15分钟可达观景点。拍完美照后，原路折返，中途有小溪流可以洗个脸。之后一路往回程的大草原前进。大草原视野极佳，放眼是绵延不绝的草原地形，远处则是遍布山头风力发电机。此时天气放晴，虽然景色很美，但日照太强，皮肤开始有晒伤的感觉，要做好防护动作。步行近一个小时后，开始陡下往山脚前进。到达山脚后，远处可见村庄，于农地间穿梭，持续向前。到达村庄后，原路往出发点前进，村里有很多狗，记得结伴而行。沿途经过溪流，有当地小朋友在溪里游泳。溪边还有黄牛在悠闲地吃草。